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生成虚拟主播的工具，功能很强，而且非常简单方便。选择一张你喜欢的头像，然后将背景去除，然后我们打开 heyjan.com 啊，这个名字。好，我们点击 create video， 这里你可以选择它自带的虚拟主播形象，也可以上传你自己的形象。这里还有许多模板可以选择，我们来上传刚才生成的这个头像，然后点击，它就会出现在这个 video 里面。这里输入你的文字，这里可以选择声音，有不同的语言，我这里选择中文 Chinese。 你好，这就是我的声音，希望你喜欢。你好，这就是我的声音，希望你喜欢。哎，这个比较甜美，我就选这个了。好，这里点 Submit， 它就开始生成视频，这里显示它生成的进度。好，这样就生成好了，我们将它下载下来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生成虚拟主播的工具，功能很强，而且非常简单方便。这个网站的功能大部分是免费的，它也有付费的版本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免费的版本是每天你可以生成一分钟的视频，对于大部分小博主来说勉强也够用了。主要是这个工具真的很方便，而且生成的效果也很不错。